态度会就是陈家乐的展示。素食店成洗脑圣地，匡主席是陈家洛转世。我们单位是这个，是国际媒协联合国政府台湾亚太总部，是我们台湾的单位，所以这个不是公司。这位自称是这个组织志工的大妈，推销成为他们会员有多好，只要缴6000块，就可以拥有20000美金电子货币户头。可是无法领现金出来，未来的事就是是不是数字货币，数字货币未来的钱那个值得最好的。为了取信民众，还说组织的主席蔡富贵是金庸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里的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转世。我原本以为陈家洛是这样的，之后他又讲了许多该组织的故事。陈家洛是那个是清朝前一年所在的，因为做那个铁达尼号，他们首先是要执行的工作，一般由我们所约定的联合国结果不让他就已经转世了。还有许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秘辛，组织全都知道。联合国，中华民国政府没从来没有退出。联合国政府是当时成立的48个国家。他声称这些国家都是他们组织成立的。其实这些高官都知道，这是我们一般都不知道啊。突发中心，所以大家不知道，美国也是属于中华民国政府。报道。